过来的。哦，山东烟台个人过来的。他们毛不易演唱会，叫那个是就坐轮椅，他们有工作人员可能跟毛毛说我身体的状况，然后毛毛送了我一场11月17号那个成都场演唱会那场票。这些你是不知道的？对对对，不知道的，完全就是特别意外，既惊讶又激动，然后大脑是懵的，就现场哭很久是吧？对，哭了很久，又有点失落，就感觉好快呀，时间就还没有听够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毛不易的每一首歌，你从他歌词里边，你都会能找到你自己的影子。所有粉丝都对我特别好，大家就是都各种帮我去解决所有的事情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群特别善良的人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